今天呢，我们要跟萨杜达一起去看水灯节哦。对，我们在清迈，所以我们是看天灯节。天灯节的泰文叫伊贝。那我今天穿的是萨杜达赞助。走喽，走喽，就这。好，我们现在到了主要的大路上，它这里有很多市集哦。然后看一下，我刚刚听到背景音乐是邓丽君的歌，邓丽君红到泰国来哎。清迈啊，这边大家可能都记得啊，伊贝就是天灯，烧天灯。但是今年泰国政府呢，他们禁止放天灯，所以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警察都会拿那个先禁止放天灯，对，这个告示牌。所以我们应该只看得到水灯，有点可惜。去年好像因为天灯的关系，所以他们禁止飞机飞。从下午几点到几点可能会影响他们交通之类的。刚听就告诉我说，天灯啊，昨天还是有人放。晚上撞灯，天灯掉在机场，很严重啊，各位。现在要先去河边，因为这边太难走了，走吧。对啊，是满月耶！大家有看到满月吗？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天的服装。Cream 它们没红的，对吧？对，没红的，很好。它们撸起来嘛，那块很撸起来，很难。
走了，走了，淘宝帮忙拢的路。เนื้อก็เยอะเนื้อเยอะไม่ใช่ก็ไม่เคยเจอ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ปลูกยังไงเขาปลูกยังไงเกินแล้วใช้ไฟฉายโดเรมอนซองหน้าดีกว่าด้านหน้าดีกว่าไม่หวานอะไรใช้ได้ลูกนี้นะครับเฮ้ยลูกนี้นี่11โลครึ่งขวามันจะทําได้เท่าไหร่2750คือหั่น2เส้นเท่าไหร่11.5 โลใช่ไหม然后2750公斤250块钱，是我送的。老板说啊，他们最大颗的有20公斤，你也好平嘞，好硬啊！哦，再不要来，榴莲很大，哇！大家看到下面是楼一个通，它这整条河现在都是放水灯。然后其实还有人在放烟灯。这条河呢是湄南冰，这个大桥呢叫萨潘纳瓦拉，拜成竹子的桥，是这个萨潘纳瓦拉的前身，很有历史性啊。现在大家都在湄南冰这里放水灯，所以很多人都聚集在萨潘纳瓦拉，因为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的景，非常好的景。这里呢看得到湄南冰的水灯，看一下那边，现在有人在放水。那我们现在要去放水灯。要拍一百多一个桶的，走走，酒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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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不要到了他？随时会熄灭。旁边的路牌写说这里只能站8个人，现在超夸张的。拜拜。